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，今天呢要继续来进行分享同乐瓦利欧制造的实况啦。今天呢故事特色游戏多了一个模式，我先来偷看一下。哇哦，好像很有趣耶，好像很有趣耶，而且游玩人数可以一到四耶，我可以四个人玩哦。可是呢，我第一集开始呢就已经说了，我没有打算要分享同乐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把故事模式的这个部分来给它过完。还有三个人还没找出来吗？哎呦，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小恶心哦。你们回来啦，我们好像还有朋友留在游戏里的样子，还少了三个人，我来查查看吧。原来如此，他们似乎被什么东西抓住了呢。游戏错综不是已经全部都清理掉了吗？看起来似乎不是游戏臭虫的样子。哎呀，你们其中一名同伴就在这附近啊。OK， 难道是在这座塔里吗？进去看看哟。居然还要攻塔，有没有人啊？快来救我！谁啊？小红魔。他的日文叫 Leto， 好帅哦！伊利，你来救我的吗 ？Leto， 艾希的伙伴明明是魔物，却胆小又爱哭，说话有口音，讲起方言莫名流利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丢炸弹了、虽然可爱，但好像不太实用哎。我好像都蛮嫌弃的自己不会被炸到就是了。好吧，我觉得就普普啦，但可以飞是个优点。哎呀，得救啦，我被一个大家伙给抓起来了。那个大家伙在哪里呢？他搭着坐电梯上去18楼的。懂，18就是一个好的数字哦。太懂了，这个制作团队，快点追上去吧。18楼，我该不会上去一层就要打过一关这样子哦。好，那我懂了，总共有18关。五瓦特好强，艾希莉也要。我已经离不开这些墙角了，怎么办？这些其他角色我根本都不想用。奥布伦啊，德利伯这两个也不错啊。但是阿布伦跟小红魔好像算是同类型的齁，那我们这次呢就来选这个吧。来吧，让灯亮起来。哎，怎么又是这个？居然已经，该不会都是之前玩过的吧？真的，好哦，让全部倒下，丢，嘿嘿嘿，没问题的，撕下来，嘿，方便了，全部拿走，我以为砖块也要拿，彻底逃脱。停下来，给停下来。怎么没有停下来？站起来，让他站起来。那个没压到底吗？居然拿走金币，拿走金币。这个还比较简单一点。可恶，出了一点差错。取得平衡，有放的位置还一样呢。拿掉草，拿掉草。
炒巧克力蛋糕好像也不错啊。哈哈哈掉上来，哎，喂，不能再失误了，拿下来，这个直接飞上去 ，Go Go， 浇水，浇水，哎，五，妈妈怎么是这个时候不太好用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用的，坐到座位上。还有吗？取出全部金币。哦，还好来得及。哪一边比较大？哦，最后了，耶、yeah! ！哦，还好，我们顺利的到十八楼了。发生什么事了呢？哇哦！站住！哎，对啊，十八楼不要跳下去啊，不要冲动。好像掉了什么？哦，玩动森的人看到这个东西会吓一跳啊！黄金蜂巢，哎，哦，是宝物哎！快去救出那家伙，抓住了另外两个人吧！说不定还有别的宝物，快追上去！耶嘿！哎，所以该不会都是之前玩过的小游戏的合集吧？哎，看来这只看起来像大猩猩，这边变成母猩猩了。哎、欸，混合这边写超难呢、欸，超难有多难？刚才五福特，哎、欸，不是五福特，五什么啊？妈妈了，忘记名字。出场的时候刚好都是不适合他的关卡、欸。都会抓出来，这么冷静，真不愧是师傅。只是睡着了吧？他只是等累了，所以睡着了吧 ？Master Mantis， 曼提斯大师，拳法达人，库里凯特的师傅看起来非常强，但没有人看过他战斗的样子，好不可靠哦。哦，他可以吸附在天花板上啊，好像没什么用，好难用，得救了，好难用。喂，那个大家伙跑去拿了，要带着宝物吗？我感受到敌人气息就在十楼，十楼是啦。真有干劲啊！还好、哦，这个老头看起来不好用，只要打十楼。我们就再给小红魔出来吧。然后麦克还是好用嘛。艾希莉，我们再给瓦特，好，五瓦特一次机会。我觉得刚才只是关卡刚好都不适合他。进行锻炼。哈哈哈哈哈！又是不适合他的啊！哎，这是好快哦，超快的！保护花朵。哦，还好有保护到啊！把衣服拿掉。哎，这是超快，时间有够短的，让它掉下来。哦，还好。他到了终点，这太快了，这没有成功过哎！挖出一个，太难了，要棒！把全部拧在一起。哦，还好，过去对面。哦，这个就很适合他。哦哦，过关了。还好，虽然很难，但我们至少过了。哦哦哦，我有宝箱了，瓦利欧最爱了，有啦。黄金卫生纸筒，
这有什么用？哎，真是留下奇怪的东西。有关联吗？卫生纸筒跟蜂巢，再奇怪的是宝瓦。啊，至少纯金的。剩下一个人。哎，有一位，我记得是个小女生嘛。紧张，混合超难紧张，所以这该不会又更短吧？好可怕哦，好像只有四楼。希望。哎呦，被关起来了。啊，库里凯特先生，你是来救我的吧？太棒了，真是温柔，看来是库里凯特的铁粉了。露露。住在拉克斯村的女孩子心里偷偷暗恋着库里凯特，这不叫暗恋吧？超明显的。哦哦，在空中可以使出屁股攻击？怎么使出屁股攻击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我觉得他跟那个游泳的。就是画面最左边的那一位一样，不是很好用。这样就全是盗窃的法，把你抓过来，家伙在哪里？他好像搭这座电梯去了五楼。好，五楼。所以呢，我们有四条命嘛，我们最多只能失败三次，应该可以吧。好，为了保护，我是说，要给他点教训才行啊。哦，又到了选角色的时间，这次呢，奥布伦，还是用小红魔好了。然后呢，麦克还是需要。这次呢，我就不用五瓦特了。好，最后一位，我们就来选十八伏特吧。十八伏特，好好表现了。让全部倒下。那个他明明游戏结束，输一次就游戏结束。怎么会让全部倒下。这一只不适合这一关呢、啊、好难哦。来，再来。除掉树枝。哦，对，居然有两根树枝。哪种颜色胜出？紫色。哦，太好。正解です。这个比较简单了。全部吹散。太好了。这一关给十八伏特，太赞了！来数数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。中间怎么有一个小孩？我没有看到有躲一个小孩子。可恶！这个好难，这个真的有难。再来吧。挤出来，哇，特别长的一坨牙膏、啊、送过去啊！这个气球飘太快了，来不及啊！再来吧，全部移除掉。哦，还好。只留下糖果。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真的好难哦。做出一样的时间。该死的鸽子停在那里，我怎么知道？
气死！可恶！挤出来！保护地球！保护地球！全部吹散！哦，哎，十八伏特都遇到好关卡。让三盏灯亮起来！三盏灯亮起来！哎，有吧？哎，哦，还好，还好，我没注意到，总共有四盏，全部拿走。这样有吧？哦，太好了，过了。太好了！哇，太好了！这阵容太棒了！哎哎哎哎哎，又留下什么？该不会是黄金的大便吧？哦呵呵。这有什么用？黄金破洞马克杯，黄金还破洞？嗯，使用说明书吗？上面写什么呢？将三个宝物组合起来吧，怎么组啊？这个是预感告诉我还有更加珍贵的宝物。但这些怪东西该怎么组合起来啊？对啊，克莱格，快点想想，先全部融成，融掉，然后再打造。这连我都想不出来呢。叮叮，哦，对了，如果是我孙女佩宁，说不定能想到些什么呢。可是人不都救出来了吗？孙女会在哪？哦，佩妮改编版，那我就叫佩妮过来咯，打电话就会过来了。佩妮的实验室，给建筑物戴眼镜。总算是完成了。完成什么呢？喷射水罐一号。这个感觉好像 3D 马里奥也是这样飞的嘛。马上过去，那水是用不完是不是？马里奥都要补水。佩妮喜欢发明的实习科学家，克莱格的孙女很喜欢唱歌，梦想成为偶像歌手，所以没有打算要当科学家的意思吗？好，看起来也是不太好用。移动到这里，移动到这里。其实不太好用哎。哦。我觉得很不好用，太不好用了。把水装满 ，OK。哦，好难用，好难用。居然有歌，好，这个部分给高分，让它起来。转动，转动。哦耶！
还好水够力啊、哦！停下来，停下来！原来是这样子、啊。撞击问号砖块。哎、欸，在原地喷就好，是不是？其实不用那么移动。让水流下去，让水流下去。其实我自己装水也是可以吧。哦，这样有过哈。拿走金币。啊，那边喷不到，可恶！清洗干净，感觉我直接喷他的手也可以啊。让他喝水，让他喝水。怎么都跟水有关啊？我直接喂他也行嘛。照亮那个人，照亮那个人。我是不是连那个人都推了？把他们赶走，把他们赶走，走开，走开。把全部粘在一起，把全部粘在一起。哎，太好了，这样也有过。有啊，有还有啊！保护宝物，保护宝物，还可以顺便灭火吗？让它掉下来，让它掉下来，再一个，逃出去，它逃出去，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一定要过，就是，啊、哦，还好还好，一定要过。哦，刚好用这一关来连接，就是我搭直升机来这里，是不是？各位让你们久等了。你来的正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试试看哦。最好哦，可以变成这样子、哦，获得了黄金浇花壶，这动身也可以做得出来哈、哦。帮他加个水，为什么要用在这里啊？道出了黄金的汁液，圣水啊、哦，黄金圣水，哇哦！长出了很不得了的东西呢，杰克与豌豆嘛，黄金浇花壶完成任务了，所以就消失了吗？啊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宝物，这上面一定有什么秘密，我们上去吧。可以看影片了。嘿，哦，最后一格了吗？VSP 战斗，来哦，应该是最后咯。已经爬很久了，但什么都没有。哦，出现了，啊，是那个把我抓走的家伙，是带着宝物的家伙吗？站住！大家都会飞耶，好方便了。哦，大家一起上哦！全部的角色都要用吗？感觉很有趣哦。打倒敌人，这怎么打倒？哎。啊！糟糕，我完全没有意会到发生什么事情呢、啊。刚那个要怎么处理啊？
奇怪，没有提示吗？没有提示吗？是要用那个东西封住他的嘴巴吗？哦，这样就好。哎，哦，哦，哦，每个角色都有对应的要做的事情。好，我开始懂了，我开始懂了。哦，还好。好，我们只要在他发射之前。嘿嘿，好，我已经懂这个游戏怎么玩了。哦，差一点，吓我一跳。哇！哎，他那个脚时间点很短呢。好，那个老头的关卡有点难。来吧。每次都差一点。哦，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来。嘿嘿，可以。没问题。好了，哎，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哎呦，我要去吸那个的。好，好。Go go go， 来吧来吧，打倒敌人，打倒敌人。那个老贝贝的关卡可以先出来吗？老贝贝关卡比较难，我想先打。哎。哎，怎么前面的好像都是一样的角色？哇，差一点！哦，呜呜，每次他都差一点点，好可怕！哎，是不是前九个都是固定的？哇！一箭三雕，撞不到啊！这是什么？哇！这个也简单，这个也简单。嘿嘿。这个也可以。哦，对啊，刚才怎么会被这个撞到呢？耶！啊，来了！哦，差一点，好可怕！
啊，这个好难，要把水装满。啊，十五哎，刚是不是最后了？其实我们再来，我们直接花钱币继续挑战。来，装水而已嘛。耶！还有啊，谁？哎呀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啊，瓦利欧也好像也还没上来嘛。瓦利欧什么都不用做是不是？啊，来了来了。哦。哦。我觉得那个老贝贝的关卡最难，其他都还可以嘛。总算抓到你了，这是一只可爱的小鸟哎。咦，难道是蹦罗吗？你说什么？果然没错，那个超红游戏的蹦罗，超红游戏，愤怒鸟吗？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游戏里啊？他说我跑来玩一下。啊！然后还说你们玩得开心吗？那宝物在哪里？应该有些什么宝物吧？不会吧？什么都没有吗？结束了。好哦，结束了。所以没有所谓的最后大 boss 啊。该不会也可以用吧？蹦罗，钻石城市超受欢迎的游戏。蹦罗里头的主角来到瓦利欧的游戏里串场，小玩一下。哦，他不是鸟吗？为什么会做这种变色龙的事情？他只能斜着，好哦，放开，舌头可以这样用的，好方便啊，哦。我们终于迎来最后结局了，开始跑工作人员名单了。终于啊，我们终于把故事模式给过完了。啊，真的是很好玩呢。莫纳兹123号，库丽娜好像不能使用了。这两只也蛮可爱的，而且好用，超好用的。算是分成一批二批哦，13安培，哦，不，这些人是谁？哇，路人也都有进来哎，好酷哦，阿寿，天哪，我都不认识。李欧，感觉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哎。这些角色不知道在其他作品是不是也有机会再登场一下。感觉角色的个性都很丰富啊。哈哈，这个也有哎，皇帝臭虫，凤罗。恭喜你将过关了，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这个图好可爱哦，我要截图哦，还好有截，它消失了。耶！
耶、yeah ！哦啊！哦，制作人员名单吓死我！特色游戏的《永无止境之战》已经开放，主选单中的《瓦利欧杯》已经开放，可以在角色里做的事情变多了，队伍人数可以选择全员了。哦，太好了！我们把所有东西都解锁了。瓦利欧杯，瓦利欧杯是什么？瓦利欧杯，然后有特色游戏，最后这个永无止境之战，永无止境之战感觉就是一直玩下去，看你最多可以玩到多少关，然后才输掉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哇，其他每个模式好像都很有趣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像每种都玩一下、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呢先到这边啦，那我下次呢再来看一下，要玩一下这个瓦利欧杯还是来玩这个特色游戏吧。那感谢大家收看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